朋友们，这是我今年春天种的几个悬铃果，不知道长得怎么样，挖出来看一下。把杆子给它砍掉。这里好像有一个果子都已经露到外面了，直接挖出来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一个啊，这一窝还是结了好几个了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还不错，把它搬下来。我特别喜欢这个雪莲果，这边还有啊，还有，这是我今年春天去种植的，种的还是比较晚，如果种早一点的话，可能会长得更好。看一下这些芽，明年都还可以拿来做种。看一下这株啊，哇，这么多，数量倒是不少，就是啊，个头不是太大。看一下这个，有我的手那么大了。走，拿回家，削两个来尝一下。看一下我种的黄心品种，还是不假，尝一下。好甜。脆嫩多汁，朋友们，你种过雪莲果吗？